有毛病啊！有毛病啊！谁他妈生日寄这个东西啊？谁生日他妈寄这个东西啊？有毛病啊！谁生日寄这个东西啊？那兽医啊！我真是服了，我他妈是真服了，还他妈有个红飘带，我靠，太逆天了，各位，太逆天。
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这他妈的是一个灭蚊灯啊！里面他妈还有两只蚊子啊！里面还有两只蚊子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还是一个用过的灭蚊灯，还是一个用过的，里面他妈还有两只蚊子啊！我真服了。谁？这个是谁送的？你们告诉我，这个是谁送的？而且里面有一堆小零食，各位，里面有一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小零食，各位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小零食，各位，不是啊，这灭蚊灯，哈哈哈。你好歹把这个灭蚊灯清理一下吧，是不是？里面还有两只你养的小蚊子在里面，你好歹清理一下吧。